写得很好哦，同学要注意一下啊，这就是下礼拜考试的重点。老师他该不会喜欢我？你们竟然！哎，老婆，这不是你想的样子啦！老婆，等一下，不要走，你听我说，你走开，我不要听，你走开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废话不如来画画，SDI 真爱新上市。